住在台北市卧龙街一号的居民黄曾茶妹老太太，今天过100岁的生日，她的亲友都很高兴。今天中午在她家中设的寿堂向她拜寿祝福。黄曾茶妹老太太目前有40-50名子孙，一家和睦。她在苗栗家乡的亲友今天还特别坐了一辆游览车到台北来为她祝寿。300多名亲友也在成功新村的大礼堂聚餐，热热闹闹的为这一位100岁的人瑞祝寿。市议员周成阿春等地方人士也曾经前往祝寿。